现在不方便，快拍照吧，老板。你们知道杨启明在哪吗？哦，杨总监，杨总监，这边，我带你去。嗯，哎呀呀呀！哦，好好，哎呦，启明哥，哎，罗曼，哎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啊？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了？当然能来。 这是，这也是我的。来，打个招呼。Hello，我叫炸弹。嗯，你都有宝宝了？嗨，当然不是我亲生的。那个，这事儿说来话太长，回头慢慢跟你说。不是你的就好。哎呦，宝宝呢？哎，启明，有什么话出去说吧。不是我忘了介绍一下啊。这位是丁小圈，我们公司的设计师。 这位不需要我介绍啊，认识。你好，听说你在追我们启明哥啊？啊？杨启明？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又造谣了？没有，绯闻。没有追就好。启明哥是我的，谁也抢不走。你开玩笑吧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我认真的。啊，启明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？我有。麻烦二位。 有什么话出去说，我得为炸弹吃奶。来，宝贝儿。哦，过来吃奶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来来来，我们走，启明哥，这儿太小了。哎，不是，我这就照顾孩子呢，去哪儿啊？把他抱走，我来带。哎，不是，来来来，你干嘛？老板，你看你来我们公司，这动静太大，影响力太大，要不然你先回去。 我就是想帮你带宝宝，你带着他上班多不方便。你会带孩子吗？我可以学啊，就放心吧，我肯定帮你把他照顾好好的。别，你把他带哪儿去啊？带你家里去啊？你家那么远，回头我接送孩子也不方便，是不是？你看你平时呢还要工作，我可以搬去你家。一来呢，我可以帮你照顾他；二来呢，你可以帮我调理身体。 怎么样？搬来我家，不合适吧？我怕那个。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要不要这么封建啊？杨启明，你看看你太不解风情了，人家女孩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。你别添乱！不是我，欧阳助理。 我介绍一下，这罗曼小姐，不用了，方总请你和罗曼小姐去她办公室。方董请我和罗曼小姐，对哦，罗曼小姐，请吧。走吧，启明哥，搂得够紧的，启明哥。 方总，他们来了。这位就是罗曼小姐。罗小姐，请坐。你好，方董。你也坐啊。我，坐吧。谢谢。之前听杨总监介绍过罗小姐。 本来想跟你合作，没想到中途出了意外。我知道，现在我有负面新闻，所以方董请我来的目的是……那我也就不跟你拐弯抹角了。我们还是想跟你合作，既是给你一次机会，也是给怡海一次机会。之前是你拒绝合作的，那现在为什么？ 其实很简单，我们是根据市场来做决定的。当时拒绝是因为担心罗小姐的负面新闻会影响到我们的游戏。现在选择合作是因为罗小姐的市场号召力还在。既然你们这么有诚意，那我一定努力把代言做好。但是还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
就是我们的游戏上线之前，罗小姐必须把形象恢复，不仅是你的容貌，还有你的公众形象。我就知道没有那么简单。难道罗小姐对自己没有信心？我当然有，只不过……其他的你不用担心，杨总监这边会照顾你，全力帮助，听从你的安排。真的吗？是不是我说什么他都得听我的？当然了，我想杨总监你不会拒绝吧。不会。那就好。罗小姐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听见了吧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了。回我家。去你家干嘛？拿东西搬去你家。别开玩笑了，这真去我家。你刚刚可是答应你们董事长一切听我安排的。我你不是说话不算数吧？等我一下。要我干嘛去啊？飞呀！佳姐，把宝宝给我吧。给你？为什么要给你？启明哥说了，让我把宝宝带回家。你带回家，你照顾啊？你会照顾吗？我可以学啊。启明哥说了，他会教我的。你放心，我肯定把他照顾好好的。杨启明，你答应他，让他把炸弹带走。启明哥，你是不是答应我了？是啊。听见了吗？谢谢。哎，小心点。哎，宝贝儿，过来，阿姨带你回家家喽。哦，乖乖乖，我们回家家，回家家喽。老板，你先在楼下等我吧，我一会儿过来啊。好啊。那快点，回家家。那小陈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是方总的要求。我要不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让你闭嘴，你听见没有？你闭嘴，你闭嘴，你什么都别说。不闭嘴，我炸死你，信不信？别这样！你给我出去，出去，走不走？正准备给孩子喂奶呢，你看我的痘痘是不是没有了？还真没有了。我的脸是不是也不肿了？一点不肿。你确定吗？确定，一定，以及肯定。耶，我们成功了！哎呦，真成功了！你看看阿姨是不是变漂亮了？阿姨是不是更美了？这药还真有效啊！
这样一来，咱们复出就指日可待了啊！那这代言的事儿就靠谱了。我看着方艳伦还能说什么？可是我的公众形象，我不知道那些粉丝还会不会继续支持我了。如果我的公众形象没有恢复，那代言肯定就泡汤了。我觉得公众形象啊，你就别想那么多了。你只要做你自己，做你自己想做的就好，其他的事儿交给哥来安排。交给你，我放心。是不是啊，宝贝儿？来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来，把手举起来，手举起来，耶！好，举起手来，恭喜一年，3、2、1。